近日，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举办无人机装备主题月活动，内容涵盖智战创意赛、论战讲武堂、装备实操展示、飞行表演等环节。活动中，冲浪者 X9、3D 特技机、穿越机等30余架无人机分批次升空，表演了空中格斗、落叶飘、移动目标打击等科目。主题月还同步举办关于无人机未来发展趋势的论坛，就无人机实战运用等问题进行了研讨。